不打了，兄弟们不打，我下班了，不打。本期视频带来兰博连续长河掉大分被猪猪队打下播的故事，一起来看吧。第一把出现的主角就是文明礼貌陪，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吧？上回给你打掉一百多分，补两宿，不下刀，想补回来。啊，上次掉一百多分吗？没有吧？89。啊，八十。干两宿不下刀。晚上9点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10点多，没事没事，分不分的分不分的无所谓，咱们没事没事，分不分的无所谓，玩游戏要开心呀。别开 ，OK， 开吧开吧。不是有很多人抓你？我们去哪呀？我们去哪个创乐园呀？去哪呢？你这租一下再去创乐园呗。这个套路不太对呀，让兰博感觉大哥收了。怎么感觉他收钱了呀？我丢，兄弟们。你看这左边跳，兄弟们，你看这左边跳屏的全是他喵主播。来了来了，兄弟来了，我这来了，我这来了，兄弟。干了干了干了，他喵牛，直接拿点他。这不有人来抓你吗？来抓了怎么办呢？当然是36G，后面的懂吧？为什么一台车都没有啊？他们是来赢我的，我只能打20分钟，我160了，我。来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嘿，兄弟，给个机会，兄弟，嘿，嘿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哎，做兄弟，你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聊会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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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傻瓜，聊会。兰博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你北蜜，知道吗？我是你北蜜，还敢删我好友是吧？低调点啊！兰博，你给我低调点。我他妈等了他妈20分钟，他又要拉我约，很靠谱呢。打个毛打！我自己打路人机，不打了。这把兰博回到出生岛必得满分，结果被毒死，他能守住吗？我真要毒死了。他能烧瓶烧死你！别打别打，我先上。上。哇，你说你的脸男模啊，我还要死男模，你的脸男模，好了，加一个加一个，哇哈哈，你给我滚，哎呀，不闪到了不闪到了，我打了一个让谁呀，爹他丢雷了，别进来，他在这儿，前方有危险，你神经病吧你啊。哇，就真的离谱，兄弟们，真的离谱！34个，这把队友不害我，我不会死的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这把跟你说，真的，真的这把。这把全是鬼，这把全是鬼，我知道三个鬼，我兄弟们，我知道三个鬼，我知道三个鬼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事，我能跑。不要跟着我，不要跟着我，不要，不要跟着我，不要跟着我，不要跟着我，下来！我，他们他喵的，我怎么油没？怎么这么快没油了呀？我怎么这么快没油，兄弟们？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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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前方有危险！哎，本来我杀他的，他隔离，死了这个！哇！再见！喂？我在这呢，我在这呢，哎！兄弟们，北京时间46开，北京时间46，我一个人打。快跑！完了，快跑！
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最后一把了，不想打，不打了，兄弟们，不打，我下班了，不打。那什么都没了，刚上把盗宝还没出来呢，这把盗宝了没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不打不打了，不打不打，不行，明天找人打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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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情绪不太稳定，不打了，下班了，拜拜，明天打，拜拜，不打了，打个毛，不打了，不打。